因为来无聊。第二，这是公平公开的比赛，观赏输赢尔，拢总袂使废话，公平了胜负，证明今日球场内底哦，每户球场的清气，比赛才有法度继续。第三，禁止站差死人的刺激喇叭，一定会发出噪音的器材来进球。用嘴用双手为球队加油就 OK 啦。第四，为着咱自身的安全，拜托球迷界外球唔通乱乱接哦。